الرئيس شي جين بينغ قصة نجاح تتجلى في مكانة الصين الرائدة الاقتصادية العالمية وتولي دولنا أهم. 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作出了努力，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很高兴同大家齐聚一堂。1981年，海合会议成立，中国暨同海合会建立了联系。中海关系之所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。 中海同属东方文明，文化价值相近，人民相知相亲，归根于患难与共。面对国际和地区风云变幻，以及金融危机、新冠肺炎疫情。 重大自然灾害等挑战，双方同舟共济，守望相助。